我国上一次的农业普查是在19年前，如今政府需要更多信息来制定政策。是的，国家统计局今天开始展开为期3个月的农业普查工作，5000名普查员将会向全国超过130万名农业和农机工业的业者收集资料，协助政府了解土地运用等等情况。国家统计局首席统计师纳杜斯里穆罕默乌兹尔表示，这次的普查不会局限于农业，而是涵盖渔业、畜牧业、伐木业和种植业等等。为了避免收集到的信息过于笼统，普查员会亲自上门拜访，获取详尽的资料。农业普查报告预计在明年第1季出炉，并可以为明年即将提成的第13大马计划提供有用的资讯。